回复健康送你一个万病方。中医讲，手部是人体五脏六腑的缩影，用手部反射区治病不花钱，无副作用，效果还好。都说养生是个复杂的事情，其实一双手就可以搞定了。下面九个手部动作专门针对九种老人常见病，做完以后会觉得一身顺畅。从今天开始按要求操作，手脚麻木、心肺疾病、眼病离你远远的。注意事项：一、虎口平肌36次，面部疾病视力模糊、鼻炎、牙疼，预防感冒；二、手掌侧肌36次，防止骨退化、头痛、颈痛，预防骨刺、骨退化；三、手腕护肌36次，心肺疾病针对心脏病、胸痛、胸闷；四、食指交叉护肌36次，手足麻木针对手麻、脚麻等末梢循环的问题；五、虎口交叉护肌36次，胃肠疾病、胃肠功能紊乱、恶心、呕吐、腹泻、腹痛；六、拳击掌心各36次，疲劳提神、消除疲劳；七、手背护肌36次，内脏问题、糖尿病，调整内脏机能；八、搓双耳36次，促血液循环，头面部的血液循环，有利于防止血栓；九、手掌心捂眼睛，视力疲劳，预防近视；手机、电脑、上班族视力疲劳；66/36做足次数。这套操动作不多，但很有针对性，建议大家告诉自己的亲人和朋友，每天一起练习绿色健康疗法，不花一分钱，轻松摆脱病痛烦恼。回复名方送你十大名方，觉得不错请点赞，100万人都在看。注意，本文所用为基本方，使用前请咨询医生指导，商务合作请联系谢经理，18670002202，微信同号点击阅读原文，关注养生参考。本文由养生参考整理发布转载，必须注明来。